中选会23号上午举行第9届不分区立委政党号次抽签，登记提名共18个政党，创最多纪录。而这次有原住民籍立委候选人列在政党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的，分别是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高路一用排序第一，民进党 Glass Yudaga 在安全名单排序第7，有望在国会增加原住民族立委席次。时代力量抽出11号，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抽中1号。今天真的是非常幸运能够抽到签王，就是1号。我们在政党票的时候投1号，台湾一起点亮台湾。第11号。2016人民的立法院，谢谢。另外，国民党有立法院长王金平代表抽签，抽中9号。王金平说，9号代表国民党长长久久，国会过半。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抽中2号，他表示，亲民党政党票抽中2号，总统抽中3号，代表亲民党接二连三为国家付出。立法院也好，国民党是这个最大党，因为过半也是长长久久的事。那九呢？哈，是台湾就是告就是勾了，我们把选票都能够招揽进来了。跟总统的号码3号是一样的意思，接二连三来为人民、来为国家来做更好的奉献和付出，创造双赢。我们想2号也是一个胜利的号码。第9届不分区立委选举政党号次抽签结果23号揭晓，也宣告选举正式开跑，进入白热化。记者 Mars Lulu 台北市采访报道。